是 Adam， 医生还没来。医生给我们看完了，说可能是流感或者是新冠，给我们俩开了一些止咳的药，没拿到药。你早上起来就是 Adam，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医生，给我还有 Adam 预约了医生，然后说是下午刚医生那边打电话，估计现在是没有病人，他就说我能不能提前现在来，我说可以。昨天晚上 Adam 最高烧到102华氏度，也就是39度多，然后我一开始就以为我自己是累着了，真的就是浑身疼，我以为是搬沙发干啥累着了。从婶婶家回来躺在床上就开始浑身发冷，让我妈给我拿了两床被子盖在身上，还是暖不热，就浑身发抖那种。后面就量了体温38度，真的是病来如山倒，昨天起都起不来，从床上都爬不起来，起来走路人都是摇摇晃晃的。好了，我要洗漱一下去看医生了。你的屁股是铁做的吗？你找了个滑滑梯是不是？对啊，是我的滑滑梯。走了，吃饭。下来吧。先在这里候诊。人家都短裤短袖，就我们俩，我还穿着毛衣，我现在都觉得冷。我现在开始又有点发冷，浑身疼。你现在身上疼不疼？嗨，我是 Adam， 医生还没来。听得没问题啊？没，他看起来都……他看起来，他退烧了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该干啥干啥。对。医生给我们看完了，说可能是流感或者是新冠，给我们俩开了一些止咳的药，其他一些症状的话他就说可能7到10天自己就慢慢退了，他说就是一个过程，感冒就是一个过程，不管你是啥病毒，就是这个过程过了就好了。然后就可以明天继续在家里待着，跟妈妈一起，还有妹妹还有奶奶。我不想要上学。你想要上学还是不想要上学？不想要。所以你明天可以不用上学呀、你还在生病。让我不用伤心。看你这眉毛皱的。我们看完出来了，下大暴雨了。哎，你不要去那里。我会叫出去。下大雨，我们俩本身就生病了，再淋雨就更严重了。我们来拿药了。我在车里都开暖气了，现在是80华氏度，冷死了。Okay, so we will call you after we get a hold of the doctor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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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right. Thank you. All right, thank you. Bye bye. 没拿到药，不确定是不是开的那个药，他要先给医生那边再确认一下。我们先回家，回家休息。我要都可以吃了。嗯，你先说你不能吃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就吃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这是给姐姐的。啊，好的。你用我姐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你躺上之后把口罩戴上啊。我上楼休息了 ，OK。三宝困了，把他弄楼上睡觉，我妈在下面做饭。你自己量体温了？对，100.8华氏度，应该是38度多。你又开始发烧了一点。
睡了一觉感觉好一点，我出了好多汗，退烧了。妈妈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给姐姐糖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姐姐很辛苦。因为太暖了，我给你盛点饭吃好吗？那那个。好。看这里还有一个胖娃娃呢，跟妈妈一起坐在外面看哥哥滑滑板，是不是啊？看到妈妈了，哎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笑出声了。这次带着俩冰号出来买东西了，先加个油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里的油价。Costco 的油价今天是2.59块，降了。一些姐妹在评论区，我看到有问说三宝喝的什么奶粉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这个美赞臣的。Aiden 跟三宝他们俩都是从小喝美赞臣的奶粉，我是4.99两罐。不过它的规格跟国内的有点差别。下了一天的雨，傍晚出太阳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好喜欢秋天的落日，这边秋天的天空特别漂亮。他从地毯回来了。咱们以后进门就妥协，对。尝试一些可以塞进来吗？对，你只要卸底感觉就行了，反正不要从外边卸进来。You can't run on this because this will slip. Yeah. 再过半年，然后就可以满地趴了。耶！什么东西都想着姐姐，出去看病，然后拿个棒棒糖，还想着姐姐。这是我给你的。